客着点，客着点，来往后倒，倒一倒，没想到朱队长这么五大三粗，居然有如此强烈的秩序感，他肯定是处女座。不对，他尤其不怕污染，肯定不是处女座。你看他捡垃圾呢，绝对是热爱秩序的处女座。垃圾也应该摆放整齐。这就是处女座的典型症状，对秩序有着强烈的追求。你看看这个随意和邋遢，处女座根本干不出这种事。朱队长绝对是处女座，不信我们打赌。打赌就打赌。影子背后说我啥的？没说啥，我们在数星星啊。大白天数什么星星？不是的，我们是想请教你个问题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，什么星座？你们猜猜。我猜你一定是处女座。我猜肯定不是处女座，肯定不是，肯定是，肯定不是，绝对是，绝对不是。怎么样？你们吵够了没有啊？你到底是什么星座？其实吧，告诉你们也没什么。我是温柔顾家的巨蟹座。你去打扫垃圾，这土全都给我打扫干净。言谈举止这么暴躁，不可能是巨蟹座啊！我再也不相信星座了。不对啊，明明是我赢了。马修，